要丢他，总是傻傻的傻。问他等会有没有空，他就说还要再查。他来了，他终于来了。嘟嘟小嘴退伍后重返时尚圈，这个掌控世界时尚的性感男人 G-Dragon 连走路也自带秘诀。Gucci ga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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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ucci gang. G-Dragon 现身仁川机场，前往法国参加品牌时装秀。一身知名品牌 G-Dragon 吸引媒体粉丝狂拍，全场身边的粉丝们每个都带着欢喜愉悦的姨母笑，甜蜜幸福感全都溢出荧幕了。尽管拥挤 ，G-Dragon 依旧保持礼貌，对于粉丝热烈应援，点头示意。在进海关前，他才摘下墨镜，露出帅气侧脸。退伍后，他将全面回归演艺活动，粉丝可以期待下啦。